今天非常荣幸，我们科工馆给我这个机会，和各位能够介绍有关土壤微生物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大地就是你所接触的环境，可能就像我们住的地方的下面就是土壤，所以在各方面可能也许像刚才林校长讲的，可能都很少去摸到它，等于说这个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事实上，我们人类就是依赖土壤长大的。你任何的食物，不管你吃的是蔬菜、水果，或者是动物、肉类，都是从土壤饲料养出来的动物。所以你可以想象，没有土壤，人类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这个人类的资源，土壤是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地方。那今天呢，很荣幸，科工馆有这个机会和各位介绍，等于小兵立大功，这个土壤微生物的这个介绍和应用。那我就用投影片和各位来说明。那在内容上呢，当然我们会从这个所谓的微生物的简介和各位来介绍，再来说明这个应用的部分。那应用的部分呢，也是我一部分是我在研究发展上有新的创新的一些部分，和各位来介绍有关这个微生物的应用。那这个图片呢，就是我从田里面拿到一块土壤。那各位来宾观众，你看到这个土壤，你的感受是什么？你的感觉是什么？或者你对这块土壤有什么感觉吗？这个是各位可以去思考。那刚才提到土壤这个东西不会叫，有没有？不会任何的给你反应，但是它是我们这么重要的东西。那更重要的，可能你刚才讲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土壤的重要性的地方，那你会想到微生物吗？就这里面有多少的微生物在这个土壤里面，它扮演了什么角色？那这个是一个今天的主题和各位介绍的。那也许在这里面刚才提到的所谓的人类的世代的资产，我们利用土壤去耕作，不管你是直接吃或者是经过饲料你吃到的肉，那这个资产其实我们是我们老祖宗在一个大的环境里面开垦你去种的一个土地。但事实上这个土地是未来的人类也是依赖的。那各位知道我们的子子孙孙未来会有一天不用到土壤吗？如果科学发展到有一天叫做无土栽培吗？我告诉各位，不可能。人类很多的这个健康身体就像一栋房子一样，不管哪一个细节都是非常重要。人类的身体各种物质，就是只有靠这个无土栽培或所谓的水跟蔬菜就可以解决吗？那是不可能的。很多东西在这个土壤里面有的，可能在科学上都已经在我们的食物里面都有了，但是在科学上呢，可能还不知道它什么功能。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在四五十年前，在科学对我们土壤里面的一个元素叫做 SE， 石头旁再一个 C， 这个元素在科学上早期是不知道它有什么重要性，但是你每天吃进去的食物里面已经作物帮你从土壤吸进来了，但是你不知道它有什么作用。后来全世界有一些地方就是比较怪的少数的地方，那里人有这个心脏病，动物有白疾病，那因为它是一个村子，大家都一样有这个病，所以刚开始以为是一个遗传病，遗传，因为大家通婚来通婚去。但是后来有人把小孩子带到北疆养的时候，出去外面了，这个小孩子没有这个病。后来科学家去追踪，一定他的环境中有什么问题，最后发现竟然土壤少了 SE。 但是我们很幸运，全世界很多
土壤，它就是原来就是有 SE， 所以你每天都吃进去的，你不知道它的功能。那现在要问科学家说，土壤中还有多少知识是我们科学不知道的？我告诉各位，还太多是我们人类科学不了解的地方。打破砂锅问到底，还问砂锅在哪里，很多都不清楚。因为科学的发展，医学是最快的，因为花了很多的钱，很多的精力，对人的这个医学方面非常的进步。但是土壤学是所有的科系里面是最冷门的。所以各位知道全台湾有土壤两个字的科系有几个？在大学里面只有一个，中兴大学土壤环境科学系。土壤，你看看食品科学、食品化学、食品生物技术、食品，有没有很多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大学都有这个食品，但是土壤它是被忽略的。就你就知道到这个科技的发展，很多东西的确在土壤的知识里面是非常欠缺的。所以我们做一辈子的研究，越做越深的时候才知道土壤满地青稞，它的知识真的是还太少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土壤的科学的发展是我们人类在未来生存的一个重要的基地。所以我有时候对这个土壤的热情，我认为各位年轻的朋友应该去想想人类的健康和土壤什么关系。所以这个也是今天和各位分享，人类的土壤会不会劣化呢？各位知道农业在使用很大量的化学农药和肥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部分呢，的确要去挽救这个大量的农药和肥料使用造成土壤的劣化的问题。如果不再去注意，未来的人类在我看来是非常的危险，在健康上会疾病年轻化，在这个人类的这个生存可能都会受到威胁。所以这个当然听起来好像是危言耸听，但是我们做科学的人知道，我们人类以后100年、1000年、10000年，人类如果存在的话，它是离不开土壤的。那有一次成大的航空系的教授，他告诉我，他说：“哎，我们未来这个太空旅行需要带这个浓缩的这个营养液，所以杨教授你可以做这个研究，有没有？”太空旅行的时候带的营养，我说不是只有带那个东西，要带土壤。好，要研究一个人在太空里面可能要带几公斤去种这些东西，要旅行这么长远的地方，不是只有营养剂而已，土壤是关键，人类的健康是依赖它的。那我们看看整个地球，地球圈有大气圈在我们上面，对不对？岩石圈在我们地的下面，就是我们地球的骨科，对不对？水圈，不管是海域或者是我们这个湖泊的河流，生物圈，这些圈的交集是什么？就是土壤圈。所以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土壤会影响到大气层，因为我们像农业的生产也会影响到很多的气候变迁的温室气体，包括甲烷、氧化亚氮、二氧化碳，和土壤都是有密切的关系。生物圈、水圈更不用讲，就是你在生物和水的一些污染，可能人类都会影响到。岩石圈就是地底下的，啊，当然就是地球的骨科。那土壤呢，就是地球的皮肤科。啊，所以有时候在医学上，皮肤科各位很清楚，对不对？那地球的皮肤就是土壤，所以我们生存在这个土壤上面，这个就影响就很大了。那在这个土壤提供我们地球上的生态系里面有六个大的功能，其实不用讲，各位一定在平常都一定有接触，对，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提供了生长的场所，就你不会浮在水上生活，对不对？啊，那土壤当然是你生长的场所，处理的场所就是处理所，就是对废弃物，就任何一个废弃物到了土壤，它会把你净化，把你分解。任何一个尸体丢在土壤中都会把你分解，
你把它想象，如果尸体不会被土在土壤中分解，这个地球会怎么样子？就是垃圾场了。好，严肃的循环的控制手，水更不用讲。我们现在很多不下雨的时候，那个水从哪里来？山上怎么会有水流出来？在山沟里面，山沟里面流到河流里面，没有下雨怎么会有水？表示大地帮你储存了，在深山里面很多的这个雨进入土壤中，慢慢的流出，这个它就是一个水文这个循环树立的这个缓和手，它不会一下把大雨冲到大海中。土壤的肥力更不用讲，农业就是靠这个肥力来做的，那它被作物吸收之后一定要恢复，一定要存放之间，让我们作物生长得很好。另外就是养分的问题，这些养分就是土壤帮你储存供应植物生长，所以这个等于说在我们人类生存的安全安定安康的基础。那我时常喜欢去想一些，就是到底土壤的精神是什么。那有一天我突然在我年轻的时候啊，想到就是他是愿意生机默默耕耘包容万物切实净土。那这里面我们可能在科学上去分析，就是到底这个愿意生机默默耕耘，可以想象这个大地所孕育出来的生物，种出来的这个植物，看你看起来你一个作物一个植物，它是不是只有种那个植物而已？其实植物受到环境的影响非常大，不管是我们生态系里面有没有，比如说昆虫，对不对？病原菌或者有害的菌或者有益的菌，它整体的表现是在植物上面，你的作物，它这些要造成制衡，所以就变成孕育生机。但是它的精神里面，我认为很重要，是默默耕耘，它不会叫。你任何丢任何东西，它不会土壤再把你，比如丢一个你不喜欢的农药的时候，它在农药喷出来再还你，不会，它就把你接受了，就帮你处理了。所以包容万物，切实净土，有没有？那我当时想出这四句话的时候，我这个毛笔字是用滴管写的，就是用塑胶吸管，然后吸的墨，然后写的，所以可能和我们一般就是毛笔写的那个字的味道可能就有很大的差异了。好，那我们再讲微生物，当然在自然界里面你所接触到的，有没有？就是其实无所不在，任何地方都有各式各样的微生物的存在，它的多样性有很难想象。因为生物的多样性，有没有？这个有点要解释到我们社会上叫生活机能。生活机能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住的地方生活上方不方便，就是假设你家里水管破裂，有没有办法很快找到人来帮你修理，或电灯坏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有人来帮你处理，或者你要买一个东西是不是要跑很远的地方，有没有才能拿？这个叫生活机能。那土壤里面的微生物的多样性，就是越多样性它的这个功能就越大，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它自己就会帮你处理了。你丢一个东西进去，比如说废弃物，假设一个树叶掉土壤里面来，它就很快帮你解决帮你分解，它会帮你处理，有没有？不必再去别的方法，不用了。所以这个就是等于生物的多样性，它的功能就是我们所谓的生活机能。如果一个农药，因为农人一定喷农药，对不对？农药喷到去一定不是只有这个树叶上，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菜叶上，它可能会掉到土壤里面来，它就帮你处理。那处理的微生物呢，有没有这个菌会分解那个农药呢？因为农药种类很多，那这些微生物它可能有的只能分解比如某一个农药 A 的农药，可能分解 B 的农药，分解 B 的农药不一定会分解 A 的农药。在土壤微生物里面，它的 specificity 就所谓的专一性是非常明显的，不是一个菌什么都做，就像一片树叶在土壤中被分解
到没看不到，这个过程不是一只菌帮你解决的，它是有很多很多的菌在变迁的过程，有没有？先什么菌在长，比如细菌，它的分解速，它的这个生长速率是最快的，所以它马上就在里面繁殖，繁殖到一阵子，吃完某些东西以后，再过来可能另外一个菌才能够大肆发挥，它不是一个菌从头吃到尾啊，所以这个过程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态的一个系统，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多样性的重要了。那当然功能就像我讲的，我们的生活机能在土壤里面，它要影响到生产力，就是我们作物的生产力、进化的能力、保肥。因为这个保肥各位可能很难想象，如果你施肥施下去它不保肥，下大雨就把你冲走，有没有？那你作物要维持几个月的生长是很难的，所以它要有一个存款，就概念帮你保存，需要的时候放出来，有没有？太多的时候它会吸进去。这个功能保水也是一样，还有生物的制衡，就是对有病原菌的时候，就像一个社会啊，有一个坏人来的时候，那你要怎么去克服它，要制衡的能力。那当然我们社会有各种，有没有？比如说它是道德的制衡，对不对？还有法律的制衡，对不对？这个有不同的制衡的概念。那微生物也是一样，在土壤中它有不同的制衡的状况，让这个微生物它是很稳定的发展，不会让一个菌在里面大肆发挥。这个就是如果一个菌在里面大肆发挥，它的多样性就降低了，意思说这个村子大家都卖面，没有人卖肥皂，没有卖牙膏，有没有？那就不行了，对，一样的道理。好，那再过来就看到微生物刚才提到多样性的重要性。那这里面我们可能当然多样性，我们科学上有时候就是说层次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了解一个环境中这个生物的组织它本身是不是很多样性的概念，这时候可能有不同的层次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先从基因的概念，就是说这有不同的微生物的基因体，或者是物种已经到了物种的一个物种，比如说它这个孤巢杆菌一个物种，它可能有不同的，就像我们人类一样有不同的皮肤不同，对不对？有的颜色不同，菌也是一样，同样的物种它有不同的功能或者表现或者特征，不会相同名字的菌种功能的能力不一定相同。所以我们对微生物的了解不是说你看到书上一个菌种，比如说孤巢杆菌，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它分解这个孤巢嘛，所以特别是孤巢杆菌，对不对？这种名词，如果你前从台湾各地筛选出来同样名字的孤巢杆菌，你去比较它的性质的时候，它会不会能力会不会相同？不会相同。同样名字，就像人，我们现在来爬树，有没有？是每一个人都很会爬？不会。有的爬得很快，有的不爬，不得下面跳跳跳跳而已啊，对不对？这个就是菌种的功能，所以菌种的功能都是要筛选。筛选就是如果你我们人类想要说，哎，这个是不是有一个我要分解蛋白能力很强的菌种？我知道，假设它是孤巢杆菌很好，你就拿一个在菌种中心买一个菌种叫孤巢杆菌去做实验，去要来用。不一定你买到那个菌是最好的菌，同样的名字，但是它功能可能是很弱的，或者这个菌已经存放了二三十年、五六十年，甚至很早期以前的菌种，现在都还保存下来的，很可能有一些菌种的能力，它原来在土壤中武功高强，被我们培养在一个特定的培养基里面，时间一长，它很多基因可能就丢了。能力，我们知道在细菌里面有所谓的这个质体叫 plasmid， 这个 plasmid 很多它有很不同的功能的质体，这个质体在培养的过程会丢掉，因为它不是在染色体 DNA 里面，它会丢了。就像我们人一样，原来很会爬树，太久没爬了，不会爬，爬不动，丢了，武功丢了，
有没有？同样的道理，菌种也是这样。所以物种，这个各位可能可以想象，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很多的物种。生态系，这个又是整体性来看一个多样性的，比如一个集水区，一个村子，一个湖泊，有没有？一个海洋，有没有？这个生态系，这个生态系大小是可以不同系，我们讲 ecosystem 生态系是可大可小，有没有？可以是一个我们一个小水塘，也是一个生态系，对。然后这个小水塘有一个河流，一直到不同的有没有大的部分也有一样的问题，一样的概念，它是一个生态的，所以可以从基因一直到物种到生态来看一个多样性。这个等于说我们对一个很小的微生物怎么看到一个动态到影响到生态系，就像一个垃圾场一样，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帮你处理这个垃圾，你埋在那边，经过20年以后还是那个东西，你会想象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还好，对不对？它会帮忙你这个所谓的降解的部分。好，那我们这里面微生物就有一个大的问题了，就是因为早期对微生物的了解都是去培养它，培养，有没有？把它放在培养基上长出来，才能做研究。不能培养，你怎么做研究？有没有？就像你从山上抓到一个小动物，你要去做研究，结果繁殖不出来，没办法研究。所以培养是在早期里面很重要。但是后来慢慢有一些东西发现，有没有？很多菌不能培养。到底有多少土壤中的菌不能培养呢？现在我们科学上就是可以培养的菌种低于 1%， 低于 1% 表示99点几，有没有 percent 的微生物是不能培养啊？这个就是严重了，你知道吗？就这么多菌到底要怎么去培养出来？当然为什么不能培养出来，一定有原因，没办法在你的培养基特定的，比如说 你里面要加葡萄糖，要加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养分给它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吃什么。就像你抓掉一条牛，假设你要让它繁殖，你也不知道它吃什么，假设你不知道吃什么，结果你一直喂肉给它，你知道吗？它要吃吗？它不吃，对，它已经一饿死，对，一样的道理，菌也是这样子，它要某种成分或者要有两种菌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活，它是互相依赖的，或者要三种在一起才会活，它互相依赖的，那这些就更严重了。所以你可以想象 99.9% 有没有 less than 1% 1% 以下可以培养，你可以知道它的问题所在。那还好现在我们科学因为有分子生物学可以研究 DNA 的研究，就是菌种的 DNA去了解，培养不出来没关系，我来看 DNA 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作为区别。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把土壤呢，去这块田和那一块田，有没有去看它的总体 DNA， 把它拿出来，全部萃取出来这个 DNA， 就知道这个土壤的特性是怎么样子的。因为太多不能培养，好，所以这个也是在用分子生物学的技术，现在可以做到了。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土壤呢，有点像这块土叫牛肉，这块土叫做鸡肉，这块土在这样，有没有这样的概念呢？因为它不同土壤的微生物像不一样，不一样。那不一样呢，我们就看它总体 DNA， 因为这块田和那一块田可能栽培从前它是种水稻的，另外一个土地是种旱田种青菜的，这个里面的微生物就不一样，但是它的 DNA 拿出来可以作为一个研究的题材，叫做多元基因体，不是单一基因体，叫 metagenome， 多元基因体。所以这个也是在科学，因为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让我们做到了一些过去不能做到的事情。那我们再回头看，这些土壤微生物的种类有没有？一克的土壤有多少菌？你看，这里面看到这个数字有没有？10^10，这么000，有10个0的概念，有没有？1.7乘上10^10的菌，一克，一克多大呢？小手指头这么一点点就一克了。啊，这个等于说对，
这些菌在土壤中很难想象，对不对？这么多。那如果你说死的十次方到底有多少呢？很难想象，对不对？你看看我们现在人口，因为昨天我查了一下，7.20，我们有一个网站，全世界有一个网站哦，可以看到我们人类出生的那个数字，哒哒哒哒哒，一直有没有？看到人口增加的数字一直在增加，那个数字就是一个跑马灯一样，有没有？后面1、2、3、4、5、6、7一直跳，跳到昨天有没有？当然我没办法后面写太多，我写这7.57×10^9，昨天的。但后面因为很长，我们也抄下来，10^9。地球上的人类，那他一克就有这么多菌，你把它想象，那些菌就是人类的概念，放大来看，在那边生活，这个也是可以想象它的总这个总数有没有？如果过去曾经报道一克，当然在讲4000种，当然我看起来当然是低估了，但没办法，有很多科学研究能够了解它的总的这个有没有？我们科对分类学界门纲目科属种，就在分类学上最低级的这个，等于是最小的、最清楚的，就种的部分，就有大概4000多种。那海水1毫升 ，1 milliliter， 有没有？有人去做了，就发现163种。当然，这是一个报道，对不对？表示在100多种或200种左右这样子。好，那再过来就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种微生物？这个科学家也很想去了解。那现在看到的数字当然很乱，至少就是我查了以后，就是看到10^12种。那也有另外一个报道，有没有10^19种？差这么多，有没有12和19差多少次方？有没有？但是至少科学家想要去估计的。到多少？事实上，现在我们可以培养的就是 less than 1% 嘛，就1% 以下嘛。那现在种呢，其实，在我们科学上已经被鉴定出来的种，真正还没鉴定出来的，等于说几亿分之一。所以你可以想象，像我的一个学生，他从台中港有没有？台中港的海水拿一个保特瓶回来。结果他在一个保特瓶里面去找出的菌种，找到的新种，什么叫新种？就是全世界我第一次发现它的菌种，这个叫新种，而且要发表在这个欧洲的 IJSEM 的期刊，被他认证之后才叫新种。那他在这个保特瓶里面，他就发现了5株新种，一个保特瓶的海水，他就发现5株了。看起来很容易，对不对？竟然还有这么多新种没被发现，一个保特瓶竟然有5株新种，你就可以知道新种其实太多了。那我的实验室也做了很多的新种的发现，有没有？到现在大概140几株了。好，那现在我们看到微生物，刚才讲多样性里面，就再回头看，有没有？所以它有很多的层次。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有不同的微生物技术来解决这些过去的难题，这些都已经从生物多样性里面，不管是遗传或者是结构的或者功能的多样性来看，那现在慢慢一个可以去克服。好，所以这个等于是在科技上对这种看不到的东西的微生物慢慢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在微生物科学的发展现在是非常夯的一个行业。所以各位年轻的朋友，如果你对未来这个行业里面，你可以去研究这个微生物的部分，因为太多可以用了。等一下我们后面会和各位来一一来介绍。那再讲回来，土壤微生物的分类，事实上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中，很多的微生物都是来自土壤，有没有？空气中飘进来的，你带进来的太多，各样。那如果要在分类学上看，当然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从低等到高等，那这个很清楚，比如说病毒 virus 就异构性病毒。好，这个等于说在这个是等于说最介于有生命和没有生命之间的这个生物，它在生命体外它不会繁殖，在生命跑到生命体里面它会繁殖，它就活了。
这个病毒，当然现在很多病毒，就是我们人类，在我们看来，人类未来会遭遇到很大的病害是什么？就是病毒。病毒就是因为它太容易散播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人类的威胁的，就是越小的东西是越可怕。那病毒竟然它只有蛋白质和这个核酸的一个构造，它就会造成人类的疾病，所以这个病毒也是在比它高等的生物有没有都是受到它威胁的。所以像我们禽流感有没有感冒这些很多无所不在，对不对？只要你身体稍微息肉或者是风吹了，它就感冒了，对不对？就是表示你病毒马上就入侵了，你只要没有抵抗力它就发作就对了，就在你的身边，哎，这个病毒就在你的就身体上就对了，到处都有，只是会不会发作，你的健康度足不足以抵抗它，有没有？那有的病毒是要接触性的，或者是有的病毒是要传播性的，有没有？所以现在很多禽流感，包括鸡的禽流感，现在还很多还鸡的禽流感，很多不是人畜共通，可能还没有问题。如果是人畜共通，有没有？那就很麻烦了、哦。鸡瘟人也会得到人瘟，和它是相同，所以未来也是。在我看来，人类的威胁里面，其中就是病毒是关键。好，再过来就是细菌，细菌就比较高等一点了，对不对？那它也有细胞壁、细胞膜，对不对？那这些菌呢，就是等于说也是非常广泛存在在地球里面。好，古生菌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古代，我们地球在演化的过程里面，那时候甚至空气中还没有氧气的时候，它已经存在了，它已经演化出这个菌，我们都把它放在这古生菌，就 Archaea 的这一类来，很多是厌氧菌，它在没有氧，那个时代没有氧气，在地球早期没有氧气所演化的菌种就是古生菌。那再过来高等一点叫真菌，这个真核。那刚才古生菌和细菌，这个没有细胞核，意思没有细胞核和有细胞核是什么意思？就像一家公司一样，你一进去，老板在哪里？在那个房间那个角落，那个就是没有隔间，对不对？如果啊，你老板在哪里？有一个隔间，有没有？如果他是一个大的公司，他的总经理有没有？或董事长可能另外特别的一个房间，就有分化的概念，有没有？有就把它区隔的概念。微生物也是越高等，它就有细胞核，就等于说它的总部是在一个膜里面包围的。在里面发号施令的，就像一个大学一样，有没有？一个行政大楼，有没有？不是行政办公室啊，对不对？行政大楼，它是一个一栋大楼，它就是行政大楼，表示它分工非常清楚啊。所以这个生物也是相同，就是有细胞核，当然就是表示它分工的更仔细、更高等一点。像延伸动物、藻类、真菌、第一线虫、节肢动物，在土壤里面都会找到。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就是比较这个微生物当然很小，对不对？那小到什么状况呢？比如细菌到底多小呢？那平均大概一个 micron， 它一个微米就是一千奈米的意思啊，一千奈米，然后一千奈米就是一个微米嘛，这样一个大小，好，就一到就 0.5 到两个这个微米的这个大小，那这里面就是。一般我们现在微生物的过滤有没有大概是 0.45 微米来过滤，所以很多的现在的过滤膜有没有包括我们逆渗透啊，这都可以把这个细菌过滤，那这个就是它已经那个洞很小，小到菌跑不过去了，那它的 size 是这样子。那尤其像这个土壤里面，我经常会和我的学生讲，就是土壤这个东西，就微生物到底小到多小，和我们土壤的大小颗粒有没有，到底比如说我土壤中的黏粒有粉粒有沙粒有没有，有不同颗粒的大小，这颗粒大小到底它们之间要你要了解，比如说这颗粒，比如说我们土壤的黏粒这个这么小的叫 clay， 这种颗粒有没有到底多大？是乒乓球看到高尔夫球，还是乒乓球看到躲避球？有没有？还是那个这个不同的球？有没有？
那个我们那个棒球，对不对？住哪里？看到乒乓球，这个都要了解，以后你才知道说我要对付不同的生物的时候，你用什么方法才能影响到它。所以这个土壤的颗粒大小和这个微生物的大小，这个都要很清楚。好，那这里面是大小的问题。再过来像放线菌，这个经常会看到市面上有没有有人卖放线菌，这是什么什么放线呢？对不对？和真菌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它都是有菌丝，眼睛看得到，有时候毛毛白白的啊，对不对？像你橘子烂掉花蕾有没有？这个黑霉菌，它你看得到菌丝啊，都这么长有没有？那这里面就是说真菌它是有隔膜，它有隔间就对了。啊，放线菌它是细菌的一种，它没有隔膜，意思它房间没有隔开就对了，同步有没有这样的概念？这个也是细，即使放线菌也是细菌的一种啊。当然像蓝粒藻，这个像这个是念珠藻，有没有像念珠一样，这个有大颗有大小颗粒这样子，这个就大小就比较大，眼睛看得到了。好，所以这个等于说给各位了解一个 size 的概念。那微生物也蛮好玩的，它要吃东西，要生存啊，生存不外乎能量和碳盐。能量对不对？它需要什么能量？它需要什么碳盐？有没有碳盐？就是说我们生物体一定是碳的结构，有没有硒的结构就对了，硒的结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元素表，各位高中或者是国中的大概元素表有没有开始会了解，对不对？元素表里面哇，这很重要、哦、甚至我有时候看到元素表，我经常会和学生讲，你把元素表、哦、最好贴到你这个房间座位的前面，有没有？它会增长智慧哦。为什么？因为这个元素表真的是很伟大，在自然界里面有没有排列了这样精密的一个系统，有没有不同的元素的位置，它一定有它的道理，对不对？甚至我还可以在元素表里面看出人类文明的主轴。人类文明到底要走哪一条线呢？有没有在元素表里面你可以去想象。我认为人类的文明主轴在碳、硒、铎、硒、铅，有没有？碳，古代的人都用什么做生活的工具？文明，什么都用碳，对，牛车啦，有没有？都是用 carbon， 房子也是木头，都是 carbon， 碳。现在我们时代走到哪里去了？硒，什么东西都是和硒有关系 ，Si。那后面是什么？人类会走到文明会走到哪里？超导体，有没有？这种锗锡这个位置，最后会走到铅，这个就奇怪了。铅是什么？我认为铅可能是未来人类会走到文明的用的很大量的一个元素。铅是什么？各位知道铅？你看过铅吗？银色的，对不对？还软软的。我们小时候是拿来切断之后去钓鱼的，因为钓鱼要一个沉降的东西啊，对不对？然后中间可以用铁钉打一个洞绑起来，然后鱼竿就可以摔出去，对不对？才能钓到鱼啊。这个铅块软软的，还可以用菜刀去切咧，对不对？那为什么人类未来会走到铅的世界？各位，铅有一个特性，它是什么？它能够抵抗辐射线伽马，像这伽马射线，对不对？像我们核能发电的这个铀矿怎么从美国运过来、啊、一定要什么包起来？铅啊，如果没有铅，铅灰机的人死光光了，辐射太强了，对，铅包住的。那铅在我认为人类未来如果在这种核能的发展到最后，有没有可能电池，一个电池我们经常换电池，很伤脑筋，对不对？未来一个电池可能几辈子不用换了，它就上面就是铅保护着，然后它有辐射，然后作用这样子。一台车子只要烧一桶水，一辈子只要烧一桶水，有没有？你的汽车就跑一辈子。它的基本的设计，在我看来跑不掉铅，所以碳锡锗锡铅，我认为那是人类文明的主轴。当然这是我预测了哈。好，那我们看看再回来看到，就是说生物里面它需要能量。能量不外乎来乎光能，
来自光能或者是来自化学能。那碳盐呢，基本上就是有自营，就是利用二氧化碳和利用有机物来生存的。就是我们人体的结构是什么结构啊？碳的结构，有没有？所以我们这个是都是卡蒙，不管你蛋白质、脂肪、氨基酸、糖类有没有，全部所构成的身体都是碳。所以生物一定要不外乎来，我们人当然不会利用二氧化碳，我们一定要吃有机物，不管你动物、植物。所以我们的人的来是异引的，微生物也是一样，不外乎来自光能、化学能、自引、异引。那这里面就可以组合光合异引、光合自引、化学有没有自引、化学异引，这四个组合，各式各样的菌，利用不同的能量，有光合细菌。那有一些不会利用光，像我们人一样不会利用光，最多晒太阳热热的而已。所以这个自营性就利用二氧化碳，它不要不吃有机物的，它是吃素的 CO2 就好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培养微生物有没有，不一定要有任何的碳盐，它也会活，因为它空气中二氧化碳拉进来它就活了。好，所以有时候做研究也要注意到培养的时候有没有它影响的范围。那微生物呢还很特别，就是有很多特殊环境能抵抗的这个菌种，就是恶劣环境还能活下来。就像地球上很多恶劣环境，比如高温的地方，像这个温泉有没有，这个甚至有的上百度有没有，都还有菌存在。这些菌呢不会死掉，它能够耐热。为什么能耐热？就像一个东西你去烫一下它就可能就融掉了，对不对？比如冰放在热水当然融掉，对不对？不耐热，对不对？它很快就溶解。有东西在热水里面，它会有生命的东西在热水里面，它是会烫死它的。它是会把蛋白质有没有，因为酵素就是一种蛋白质，它是怕很多怕热的。那酵素就是会做工的蛋白质，在生命体里面就靠它做工，就是我们一个每一个细胞有没有就在里面生存，对不对？那这里面的做工的是谁在做工？就是酵素。酵素是什么？就是会做工的蛋白质。很多蛋白质是怕热的，一怕热就像你的煮的蛋，对不对？蛋清就变成蛋白了，就死了，一样的道理。只是因为你看得到的是蛋，那酵素你眼睛看不到，对不对？除非你去萃取出来有没有，你去一煮它就像蛋白一样，这样不是蛋清呢，它死了，怕热，它我们叫 denature， 构造已经受害了，构造已经改变了。好，那能够在高温里面生存，表示这个蛋白质很耐命，它高温之下它不会 denature， 不会构造不会改变，这个就嗜热菌了，啊，就等于高温菌了，可以耐到100多度，这个菌还不会死掉。好，当然这个是变得很重要。在我们现在应用上有没有，像我们现在要把 DNA 放大， DNA 要一条 DNA 怎么做研究呢？没办法，对不对？要变很多条，相同的不能不同啊，不同也不行，所以一定要相同，有没有？一条 DNA 要变很多条才能做研究。那放大怎么放大？有没有？现在就靠高温菌的酵素，就是利用温泉菌里面的一种酵素让 DNA 能够复制，一条变成两条，对不对？一股我们叫一股 DNA， 这样对不对？变成两股，对不对？两股变二，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一只二的 n 次方就对了。这样的方式在增值，如果二的二十次方，哇，那就多少条了，对不对？二乘二乘二十，二十次了，这么多的才有办法做研究。那这个为什么能放大？就是靠这个高温菌的。为什么？因为 DNA 它加热有没有？加到几度的时候有没有？比如说它就分开，分开才能够制造第二股再合成。这个菌就是靠高温菌的，就是放大的概念。如果没有这个高温的酵素，没办法制造这个新的 DNA 出来这么快的速度。好，那也有四低温菌。那各位知道你们在家的冰箱有没有
冰箱里你的牛奶放在那边一个礼拜不喝它，会不会坏掉？各位想一想，会不会？会嘛，对，会酸掉。那酸是为什么酸？莫名其妙变酸吗？不会，一定是有微生物，是低温菌在里面繁殖的。啊，所以这个等于说在生物里面有没有有不同的？有的可以耐到-50度、-100度，有没有？现在我们菌种怎么保存？我们现在-80度保存，把菌丢到-80度里面去。所以我们现在不像早期，有没有？早期我们做微生物研究非常辛苦，每2、3个月都要把我们试管的菌拿出来再培养，否则以后就死掉了。在试管里面斜面要一直把它培养出来，然后2、3个月又拿出来培养，否则它就死掉了。因为在我们冰箱里面放的这个斜面的这个菌呢，时间一长它会死掉，它会慢慢弱势掉，最后可能你培养不出来了。如果你放3年再去培养，菌培养不出来了。那现在不是，现在我把这个菌呢加了抗冻剂。抗冻剂是什么？glycerol 是什么？甘油。甘油加到菌液里面，然后去存起来再抗冻呢，可以存很多年，都还在，不会死。-80度有没有？那我们人去-80度，一下就冻伤了，对，就死了，对，不行了，对。所以这个就等于说，低温有低温的这个耐度的理由。好，耐酸碱有没有？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有很多污染的地区要培养，要去处理。比如说工厂里面很多很酸很碱，有没有？这些要把它分解，里面有一些有毒的物质要分解掉，就靠这个极端的盐有没有？像我们这个盐山有没有？那个海边那个有也不是晒盐吗？有那个盐山去观光，对不对？那盐上面也是很多菌，所以我去那边。参观的时候，这个口袋里面就有那个夹链袋，对不对？我就取一些样，对，拿回去做实验，去看有耐这个盐的这个菌种，它能够在很高盐之下不会死掉，耐渗透压的意思。当然有一些氧是无氧消费活，低氧分，土壤中很多的微生物是要你给它很高氧分，它不长的，它一定要很低氧分它才会长，有没有？甚至有毒性的。毒物质，它都可以有一些菌就可以长重金属，有没有？有一些专门吃这重金属的菌。那重金属对我们来讲是毒啊，对，有毒的东西，就青菜里面不能够超量的这个重金属。当然，重金属不是说你看到重金属一看分析，比如说你分析蔬菜里面的重金属，一看重金属，你会怕它吗？不要怕，它没有超标都是安全的，有没有？所有的生物体里面一定有重金属，有没有？不会没有重金属。有人看到重金属吓到，其实不是啊，对，它要超过某一个量才是有危险的。在正常下，所有的蔬菜、水果里面一定有重金属，去分析一定有，只是哪一些类别、多少量而已。那有一些菌是能耐高辐射的，伽马射线照了以后它不会死掉，这个就很奇怪。像我的学生也在做这个。博士论文里面，其中做就是用强的这个突变剂给他，有没有辐射给他，有没有？他不会死掉。一般菌可能会死掉，它耐辐射，伽马射线或者是 UV，有没有紫外线，它不会死的。为什么？它恢复能力很强，它有所谓 SOS 系统，它会重新 DNA 打断之后，它会重新再接回来，知道吗？那这个就是他的能力了，所以像我们实验室都有这些菌种，做研究上很好玩的，对，很多蛮好玩。有一些菌呢，它会在磁铁里面，它会吸磁，有没有？磁铁它会不同的这个场所里面，它会吸到这个磁铁上，就吸磁菌，这个就可以做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污染物，对不对？我的菌去吃重金属，吃完这个在这个废水里面怎么办？拿不出来啊。你叫它集合，它不集合啊，对不对？过滤没办法，过滤一下就塞死了，就一下就塞那个要一直换，成本太高，不可能，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这个菌能够像磁铁，我放一个磁铁在那边，所有菌全部往这个磁铁这边来吸，有没有？那我就可以把这些原来吃的重金属的这个菌呢，吸到我这边来，我就可以 harvest 收获起来，有没有？把它处理掉了。
这个水里面就干净了。所以在未来很多的发展可以利用这种特殊的菌种，有没有来进行？那我举一个例子，这里各位各位看，各位知道 pH 值对不对？酸碱值，酸碱值有没有？一般七是中性的，对不对？低于七是酸性，高于七是碱性。那 pH 11呢是非常强碱的，但是你看这些菌还能够在里面做工。我这个是磷，磷酸钙，它会把磷酸钙溶解透明，有没有？表示 pH 很高之下，这个菌还能长。盐度很高的时候也能长，刚才讲有没有？海边有一块一块的盐，甚至有盐矿，有没有？像喜马拉雅山有盐矿啊，那盐矿也是有菌在那边啊生活，有没有？那这些盐，当然各位知道海水的含盐量多少？氯化钠含量大概 3% 左右，它比海水 8% 有没有？它还能长，还能繁殖哎，不是只有活耐表示没有死，对，忍耐，但是它还继续繁殖，这个就是可以看出来，它就像这个菌就很耐高渗透压的菌种，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未来有没有都可以应用的。那为什么会耐盐有什么重要？比如说我制造肥料。我化学肥料要加我的微生物进来的时候，很多菌会死掉，有没有？但是呢，如果我这个是耐盐菌，它就不会死的，我就可以制造新的产品，帮忙农业，有没有？减少化学肥料使用量。原来要一块钱一包肥料，现在不用了，把这个化学肥料减半加菌，这个菌在那个盐里面睡在一起不会死掉，有没有？这个就是耐盐菌的功劳。在未来发展里面都会有新的啊，那当然今天你说在课程里面有没有或提到这个啊，这是我的出版的书，有没有？土壤已回到现在是第九版啊，那也有英文版，那这里面有专门在讲土壤微生物的一个章节，一个大的章节啊，这个也是给各位介绍，如果有兴趣的可以去啊看这个内容。那当然还有其他韩文版啊、马来文版这样的。好，讲到现在，其实一个大的问题，土壤的微生物刚才提到是一个黑箱的状况，就里面太多不清楚，所以才叫黑箱子，因为太复杂，不同的环境之下，有没有？它有不同的菌种，它的结构到底是什么？有没有？它的分布是什么？它有多少的这个菌？多少种类，有没有？那有一些难，就是数量的问题。有的数量比例很高，还有数量比例很少。那各位可能能想象，就是说，到底这个菌有没有存在的状况是什么？我举一个例子给各位听，可能你才能想象，就是说，到底微生物的存在是怎么样子？各位知道，像我们小时候在乡下会做李子酒，你知道吗？李子酒怎么做呢？是把李子采下来洗一洗晾干，晾干之后呢把它切一切，然后丢到瓮里面去，然后一斤糖一斤李子一斤糖把它叠起来，有没有？过了半年之后打开很香，里面有没有李子就变成李子酒了。好，那现在要问那个酒是怎么来的？李子就会变酒吗？不是啊，对不对？一定里面有菌专门吃李子或者里面的糖转化成酒的微生物。那现在你要问啊，你没有接菌啊，像我们从来爸爸妈妈没有接菌啊，他怎么大家家家户户都有李子酒呢？那个菌从哪里来？没有接啊，就洗一洗，有没有晾干切一切丢到罐子里面，然后加糖就这样子。就表示说这个菌在不管在你瓮里面没有洗干净也好，或者是李子有头尾，对，有洞啊，对，有那个地桃那个地方，有没有可能都有这些菌？最后这个环境适合它，别人不会长，只有它会长，它就大肆发挥，就这样子，就这么简单，不必接菌就会在李子里面加糖，就会产生这个菌，而且大量发挥哦。
才能产生半年之后就变成李子酒吗？好，现在再问一个问题，那做米酒呢？各位知道米酒，做米酒要怎么做？是米去蒸、去煮过就对了，然后再加，要加菌，要加这个酒糟这个东西，就是它这个菌加进去，然后去繁殖，以后做成米酒要加菌。那为什么做李子酒不要做米药呢？为什么？因为米这个淀粉是大部分的微生物都能够利用。如果你没有丢一个强势的菌进去，你这个米去发酵的时候就烂掉了，不会是生产酒精的菌在大肆发挥，所以不得不接菌，因为米是这个淀粉是各种微生物都能利用的，这样你就听懂了，对，为什么有的不加菌会有这样子，有的要加菌，这个就是自然界，就是微生物是它很多东西它是无所不在的，质量的问题，如果适合它大肆发挥，如果不适合它，它就还在那边，它没有继续繁殖。所以这个就是自然，很难想象，对不对？好，那在自然环境里面就是有各种循环，所以土壤微生物在这个循环里面就关键了。那循环是什么概念？就是有来有去才能循环，对。如果就像大家成鸟兽散走开了，对，没有回来，就没有循环。循环是永续的概念。任何一个系统，地球是一个系统，对不对？你什么东西都还在循环，对，所以才有碳循环、水循环、什么氮、磷、钾，这个不同的循环。所以这个也是生生不息，就靠这个循环。那这个循环呢，其实土壤就是基地，微生物就是工作者，就靠这个微生物来做循环。那也许各位很难想象，就是说，比如说举一个例子，碳循环，我们大气二氧化碳，对。被各种植物、微生物、光合细菌吸进来之后，有没有可能最后掉到土壤里面来？有没有？那全部用光了，地球当没有二氧化碳，对不对？对不对？就是因为有释放二氧化碳的菌种，包括我们人呼吸作用，对不对？也是在循环里面，所以这个就等于说在微生物的扮演自然循环里面非常关键的，在土壤，如果没有这些微生物的话，这些循环大概就停顿了，而且有很多的这个循环里面，它是一个关键，就在土壤里面。如果土壤没有这些，它就是完全断裂的概念。好，那生物资源，当然我们就各种，不管是动植物、微生物，都是一个资源，我们都把它看成资源。地球上的生物有没有不能去灭绝它，对不对？眼睛看得到的植物有一些都灭绝了，动物也灭绝了，对不对？那微生物呢？看不到，有没有？尤其是农田。因为人在操作这些农田，施了这么多化学农药肥料，我的学生有没有有不同的学生？有做山上的土壤，有做水田的土壤，有做海边的土壤，不同土壤能发现新种最少的就是那个水田，就是农田的为那个做那个人，他一年要找到一只新种太难了，因为这个农田很多菌可能就被我们人类在耕作的过程里面。施了很大量的化学肥料、化学农药，有没有？已经灭绝了，你找不到它了。所以我们的学生在做农地的新种的发现非常难。对，有时候容易发现什么？壁头、壁角，有的学生从那个窗台有没有流出来那个黄黄那个有没有？上面去刮刮刮有没有？铁锈上面呢？找到新种，里面也有很多新种，有没有？那个反而容易找到。如果你那农田刚才讲过，人其实可能无意中把很多的菌灭绝了，在农田里面，所以很难找到新种。所以这个也是等于说给各位知道说，农地的重要性。所以很多东西丢进去不该丢的东西，有没有？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生物的制衡。好，那这些刚才讲过，这些菌种有没有大小颗粒什么都不一样啊，生存的条件也不一样啊。那等于说，有时候我们做分子生物学，当然要去找出来，要去证明
它存在不存在，或者我施到土壤里面去，这个好的菌还在吗？要怎么追踪？对不对？眼睛看不到啊，到处乱跑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要分子生物学里面去做追踪的概念，比如荧光剂啊什么，让它知道发光，我才能找到它，否则医生把每一个菌带上手电筒，对不对？我才能找到它，不带着手电筒，我怎么知道它没有发光？我根本我的菌跑到哪里去了？好，大家希望等于说我这个菌带上手电筒，所以能找到。所以这个当然是在环境微生物学里面，就是要去做很多的证明。那至于每一个微生物的角色，当然你讲到现在，应该各位可能有一个概念，对，像病毒，当然很多高等生物的这个致病啊，或者致死，和病毒有关。所以越小的东西，它对付它，对吧？对付这个大的东西，所以大的东西就怕小的东西，这样。好，那再过来细菌，这个很重要，就是细菌因为繁殖的速度非常快，所以任何东西只要能够被分解的，第一个先来的就是细菌，大致发挥，它就是分解它。所以这个在循环物质循环里面是非常重要，所以分解有机物，包括固定空气中的氮气，氮气空气中 N2， 我们高等植物、高等生物大概都不能利用。氮气有没有 N2 这个东西，它太钝了，拆不开，因为氮和氮之间是三价的关系，有没有 ？Triple bond 三价，要切断这个价键太难了，只有靠微生物，所以微生物可以把 N2 变成氨，把氮气变成氨，然后才能进入我们生物循环里面来，就靠细菌的固氮菌，真菌都没办法，只有原核生物能固氮。固定这空气中的 N2 变成氨，其他氮的循环里面有很多重要，像消化作用啊、脱氮作用啊，这个都是有关系的。好，古生菌刚才讲过，就是甲烷啊或硫化氢啊，有没有这种代谢在厌氧之下，像水田，所以水田也是空气污染，我们这个有没有大气污染里面温室气体叫 N2O， 氧化亚氮，是氮回液大量。氧化氧氮是到这空气里面来，就温室气体，因为湿回料造成 N2O 释放，它就是氧化氧氮，就是造成大这个所谓温室气体的一种。其实水稻田也是一个贡献者，那贡献当然是负的了，对。好，延伸动物这个也蛮好玩的，延伸动物是它专门吃什么？吃细菌。像阿咪嘛，有没有整个这个变形虫，它就围剿细菌这样的。所以我现在做很多研究，要利用细菌丢到土壤里面去，让植物长得漂亮，对，去帮忙它。那我丢进去的菌，最怕就是这个延伸动物来围剿我的菌。所以这个是等于说延伸动物的，啊，当然延伸动物有它的功能，有没有？它也是一个制衡作用，就是有一些菌太多也不行，就像麻雀，大家都不会去抓来吃，对不对？如果麻雀很多的时候也是很讨厌的，有没有？任何一个生物过量都是造成问题，希望生物之间有制衡。那延伸动物当然制衡细菌的一个机制之一。好，藻类这个可能各位知道很清楚，就光合作用。真菌又比细菌高等了。那真菌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说藻抗生素去哪里找最多？真菌的生就是真菌，有没有？因为真菌它最讨厌，真菌就像一条一条的菌丝，有没有？它比细菌又高等一点，它最讨厌细菌在它身上。你说你身上很多虫在爬，舒服吗？当然不舒服。菌这个真菌就很讨厌那个细菌，所以它要产生很多抗生素对付那个细菌。所以你去找抗生素呢，就从细菌真菌你找就最多，是吧？就可以找到它就对了。所以这个也是全世界找抗生素，有没有？就是从真菌去找的理由。好，第一，有没有很多树上石头，有没有？它是藻类和真菌的共生体，有没有？这个很多第一，对，线虫当然这个是更高等一点的，已经到这个动物这边来了，节肢动物，有没有？这个在很多森林里面有很多爬来爬去的，这拨开来看，有没有？就是有这些细小的这个生物。好，那
再讲回来，我的研究室就是在做这种工作，就是去找菌培养，有没有？然后找出来之后再去看它的菌种是什么名字，有没有？它是谁？然后最后呢，它是不是病原菌？但病原菌不能用啊，对不对？就找到它是不是病原菌才能拿来用，所以我们就在看它的功能，什么能做什么功能。这是我们一步一步一步就可以找到有益菌，对我们人类有帮助的，或者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比如污染物，比如过去像八五大楼那边石油污染，对，那我就是要去找这些菌，专门吃那个石油污染的这个菌，那我就去到处去找，找到就像找人才一样，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才在哪里，解决这个问题的菌种在哪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玩的这个研究，过去有在花了和陈大教授一起大概花了6年的时间在研究这个专门吃石油的这个菌种。好，那刚才讲到我的实验室就在找菌种的时候就会找到新种。好，所以这个新种当然是在到现在大概140几株了，就是我命名的，就这个种是我命名，我爱给它什么名字就像你爸爸妈妈给你什么名字一样，你爱什么给它名字就什么名字这样的。你喜欢哪一个字，对，或者你认为你喜欢的是什么，就给它命名，对。像我这个命名就是种，但是有时候不只是种，是属，新属，有没有？新的属是就 genus 属，界门纲目科属种嘛，对，在分类写的属种，可能是新属，新属。有时候我也是把它有新，当然新属我就命名了，包括种也要命名，对不对？新属新种那样的。好，这是菌种，当然可以作为很多的用途，好，也可以做基因体的研究，对不对？到底里面它整个基因，现在做基因体非常快，一个菌有没有？像我们整个基因体过去哇，水稻基因体从前有没有也是很长的时间，做了好多年，全世界分工，你是那一条 DNA 那个染色体呢？另外有没有很多条，大家分个做。全世界做了好多年才把水稻基因体做出来，现在微生物的基因体呢很快，如果从读出这个 ATGC 的这个数字上来还没有不要一两天，有没有就做出一个菌的基因体来，非常快。好，所以这个也是在科技上发展的过程。那我的实验室大概有7000多株了，现在有名字的，我知道它什么名字，7000多株保存在-80度有没有这个环境里面，大概有2000多个 species 种。那当时在发展的过程有没有新种的时候，第一株发现了，有没有？哦，好高兴，对不对？第一株新种，然后发表在 IJSEM 里面，然后到了30几株，我的学生有没有？今天我们有两位，我实验室的学生博士有没有？就等于说也来听了啊。那到第30几株的时候，我学生老师，你怎么不把你名字挂上去？因为很多菌种都是包式什么菌有没有？什么什么菌有没有？那我都是用台湾，有很多用台湾地名有没有？台湾 answers 有没有 ？Formers answers 有没有？都是有不同的菌种跟地名。那时候学生说老师你这个为什么不把？我说我们实验室到第100株，做到第100株把老才把老师的名字加进来。大家要认真啊，因为才30几株啊，有没有？终于在2014年，有没有？终于到第100株，刚好是新属，刚好是新属，所以我就把我的属名用杨基莫纳斯杨，因为我姓杨嘛，对不对？就把杨氏，有没有？包囊菌这样的，有没有？就刚好就是等于说后面就是这个属名种属新属新种这样的，啊，这个等于说给各位知道说还蛮好玩，在。发展菌种，有时候100多种之后，有时候在很好玩，就是我们做研究有没有会查资料查一查，哎，有人在研究这个菌种，有没有？结果一看，啊，这个是我的新种，我自己都忘记了，太多名字我记不起来，对不对？就像爸爸妈妈有没有生了太多孩子之后，那个孩子问他爸爸，那我到底是早上某年某月早上还是晚上生的啦？他说忘记了啦，有没有？他也忘记了，搞不清楚了。菌种也是这样，生太多菌种，知道有没有？也搞不清楚哪一个是我生的了，对不对？查文献一看，哎，竟然是
我的尊重，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好，这个是等于说，这个新种当然就是一个专利，非常容易，就是菌种专利，就是你要说它有什么功能，只要你全世界找不出来有人说过，你就是专利。它有蹂躏，它有固氮，你只要讲这个，因为这个菌种在全世界一查刚出来啊，只有你知道这个菌种还在你的实验室啊，可能还没有释放出去，对不对？这时候你要说它有什么功能，你就可以专利。因为如果任何一个菌种你查固氮功能有没有，一查只要有发表就是不能专利。好，这个也是蛮特别的一个事。好，微生物很重要，就是说有的有病原性，但是大家不要怕，自然界微生物有没有，大部分是好菌，少数是病原菌。但病原菌要分类，比如它是属于低级，当然是安全的，不曾经在我们人体里面检验出来的，全世界没有人发表过这支菌在人的尸体或活的死的找出来，没有，安全，叫 R1 低级。第二级就是属于就是比较不健康的，不是那种有没有，就像医院没有抵抗力的人，他会生病，这种病也不，也等于是健康人如果感染了不会什么，没有什么严重，没有感觉，甚至没有感觉，这是二级。三级是什么，就是说健康的人这个会感染，但是还好有药医。另外就是说不会在社区感染，不会说哈啾换你，不会，这种三级。四级就不是了，健康人会得，会在社区感染，像很多病毒就是属于第四级的。啊，这个等于说病原，就是有时候我们看有没有，有人说啊，不是，有人在讲人家要骂人说啊，他就像细菌一样，有没有？这个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在我看来，细菌是好的呢，很多细菌99.999%都是好的菌呢，对，有没有？只有少数是病原菌，所以对菌，不要以为菌是坏的。如果自然界没有这些好菌，我们人类完蛋了。我们的皮肤上面有很多菌，在你的毛孔里面，有没有保护你？你都不知道。你要说谢谢，他听不懂啊，对。哎，但是你多靠他。好，那生物之间有制衡能力，有没有？好，这个等于说在各种关系，有没有？有的是没有，就是互不关系，就是邻里了，对不对？共生就是你有好处，我有好处，这样的。好，如果以正负邻，有没有？你可以看到，可以看到很多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要再一一详细说明。就是正或正负、负正，有没有？就不同的名词，有没有？在对这个整个相互关系上面，你就把它想正负邻，把它排出来就对了，排出来就有各种不同名词这样的。好，那这里有实际上就要讲的，就是说土壤的多样性的制衡。我这里因为这四个茶杯子里面的土就是同一个土，从我田里面塑胶带回去实验室，装在四盆上面，这上面两盆呢我没有拿去杀菌，就放在那边，对，那下面两盆我拿去高温高压 autoclave 杀菌，高温高压杀死，把所有菌全部杀死，杀死之后我就放回这两杯来，然后上面浇浇水，对不对？过一阵子下面这两杯完全灭菌的土壤变怎么样子，各位看到怎样，菌长得一塌糊涂，红红绿绿白白，下面打一个洞还会从下面跑出来，表示空气中很多菌种飘到这个完全灭菌的土壤大肆发挥。为什么？因为菌有世代时间，生长速度有快有慢，有的十分钟一次繁殖，一变二变四，有没有十分钟？二的 n 次方，有没有？一个晚上有多少十分钟？就二的多少，有没有次方？有的菌在要一个小时、五个小时、十个小时，有的甚至要20天繁殖一次。你就可以想象，空气中飘进去，里面没有抵抗力的，大肆发挥，就是这些速度快的就快了，慢的就是慢了，这个土壤就坏掉了。所以土壤不能杀菌，像我看到有一些过去有一些植病界土壤，比如种番茄种不出来，他就把塑胶布盖上去，然后最毒的气体叫 Messier bromide， 把它一种溴化甲烷那个东西，然后就毒气体罐子打开，人家快点跑掉，对不对？然后在里面毒死那些好好
好菌坏菌全部毒死，然后等到一个礼拜以后再把它掀开来，也快点跑，那怕有毒啊，对不对？然后呢，过了一个礼拜再去打一打，打一打去种番茄，好菌坏菌，那个土就坏掉了，以后它抵抗力就没有了。啊，这个也是很多，像很多农业也是一样，只要你喷一次农药以后，杀菌剂以后，这个植物已经没有保护系统，是吧？就很麻烦了，下次就习惯性要喷农药。所以这个也是在农业上一个大的问题啊。好，在时间上我可能就不再特别详细说明，下面我可能在应用上很快的，有没有给各位看到，就是在农业、工业有没有各种环境上可以做的啊。那下面就是像资源应用，在传统的方法里面，像我们有机废弃物，传统方法很慢啊，堆肥要堆两三个月，那现在我们靠微生物的酵素把它拿出来，三个小时就解决了，堆肥不要堆两三个月了。所以只要在一个设备里面，有点像买电锅回家煮饭这么简单了。已经发展到酵素加上你的废弃物在一个设备里面加温，有没有？最后三小时就变成肥料。所以这个也是在科技发展，现在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美国还没赶上，有没有？什么东西要美国还没有的，有没有？可能还很难的，对。像这个废弃物，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环境中有没有校园很多枯枝落叶啊？现在我们再把学校的中英大学那个枯枝落叶把它变成肥料，有没有？变成大蛹肥，啊，就等于说用这个技术来解决。那传统上，你看这个鸡粪在晒啊，这些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创新 integration 整合的概念。但是现在很多科技发展，单一方法不能解决问题，要从物理、化学、生物三种方法的结合才会快。或者没办法换那么快，因为能做的别人已经做了，不必等到你发展，那一定很困难的东西，那你没有用整体性的概念去解决问题，那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就是把微生物酵素拿出来啊，加上这些技术，等于说就可以解决啊这些问题。所以有很多设备的发展，像这个都是设备，机器的设备，从不同的这个大小，有没有实验的设备到一个后柜上面，有没有？甚至厨余都可以变成三小时变成肥料，对不对？甚至连续是这头丢进去那一头出来，所以把所有的有机废弃物有没有就变成肥料这样的。那当然科学创新是很麻烦，就是说人家刚开始不会相信，你要去证明验证，有没有？做很多实验去证明它真的可以，有没有？所以有很多的像包括病原菌的问题啊，这些种到田里面去才是真正有效的。就到田里面有没有效啊，对不对？就是像人体医学的人体试验一样，要到田里面才是看得出来，像这个就是可以看出来有用没有用，有没有的技术。好，那再过来我可能就很快的，就是说植物微生物可以当肥料。早期我三十多年前，有没有三十年讲这个微生物当，我没有人相信啊，有没有？但是最后现在已经是新兴的产业，在台湾也是已经有法规了，啊，像这个都是在整个微生物帮助族，最重要就是要在根尖发挥功能，根尖发挥功能。如果不在根尖，因为根是吸收养分的地方，作物吸收养分的地方，很好玩，就是说我们动物是把它包在肚子里面，我们肠子吸收养分的，它刚好颠倒翻过来，这样的概念，所以现在。医学的微生物也是重要的，在这个现在也是非常夯的这个消化这个肠内菌的部分。好，那下面我就很快的看过去，就是有关这种这个微生物当肥料的一些例子，就是等于像根瘤菌就是一种，毛豆有没有？刚开始我们去测试毛豆，没有人相信啊，你要用十包尿素啊，我用一包尿素再加上两个保特瓶，有没有一公顷就可以长好了？豆子就可以很漂亮了。好像这个都是在田间试验里面有没有看出来这种像另外一个熔磷菌，把无效性磷开矿变成有效性磷。好，但很多机制这个就不再详细说明这样的。很多真菌像这个叫菌根真菌也是一个重要的菌种。好，它可以让根系变好。有没有？你看这个就是根系不一样了。接种以后有没有像盆栽试验，你看就可以知道，有接种一看就知道了，没接种的就黄黄的，对不对？没接种的一定是
长得最个子最小的，有接种的是最高比较高的。好，那另外就是刚才讲了八五大楼那个分解这个所谓的石油，石油是很麻烦的。那石油污染会浮在水面上，所以当时成大的教授郑教授郑新雄教授找我，我想石油全世界的研究做翻了，有没有？还有什么新的？后来一想，有没有人发现菌哦在水里面哦会浮起来的？因为石油污染是浮在上面的、啊，有没有菌会浮起来？就是它有穿救生圈的微生物，因为微生物丢在水里面一定会怎样稀散呢、啊？稀散对，到处乱跑啊！你会看到这个，你们那右手边的这个就是不会浮起来的。你看看那个有颜色，对不对？菌就跑了，全部相同。那边你看菌全部浮在上面，表示它穿救生圈。所以如果石油污染，你丢菌进去到水域里面去处理的时候，如果到处乱跑，100只才10只在上面吃石油，太慢了嘛。所以我们就发现，后来我那时候真的查资料，竟然没有人想过浮起菌。我们3个月之后找到这个菌，真的有这种菌会浮起来，所以我们就，而且浮起菌呢、啊，它有之间有没有融合非常亲和力非常强，下面不是浮起菌，你会看到它有菌和有混在一起会有没有不溶，啊就可以看出来这样的，所以就可以把包括重油都可以分解，像这个图片里面，好，那今天就因为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边，那各位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讨论，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整个农业的发展，不管用什么，有没有？最后我们就是人是关键，人做了什么事情靠这些生物帮忙，所以这个是等于说在整体的这个发展上，我们认为微生物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以未来健康的土壤，土壤微生物的多样性，有没有？永续农业包括人的健康都和我们有关系，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要有健康的土壤才有健康的作物，我们食物才会健康，人才会健康，所以微生物就扮演这个角色。那我们希望未来有没有各位年轻的朋友对微生物有没有能够有感到兴趣啊，能够对未来人类能够帮助。那以上我就讲到这边，谢谢。